整条古道哈，如果要走完全程哈，也是要唱一首歌，那一首歌叫《三天三夜》来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走错路哈，跟着我们待会摄影队会带各位去走哈，大家要跟上来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只要帮到岔路，就是往右转就没错了哈。半路如果慢慢的走，再这么慢，大概50分钟以内都可以走完了哈。所以待会给大家下车以后，我会宣布，待会再。